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斗牛犬是犬科犬属的动物，是家犬的一个亚种，原产英国，起源于19世纪，狗中最具有战斗力的犬种之一。该品种犬头大而宽，方形，面部有较深的皱纹，耳小而薄，鼻孔大而宽，牙齿强健，躯干部厚实有力，四肢强健，尾短而下垂，从尾根到尾尖变细，或直尾或扭转尾，披毛短，细而贴身，毛皮大部分是白色，之中掺杂不少红色或浅黄褐色的斑纹，背毛短而光滑厚实，历史上曾用作斗牛，以凶猛性和攻击性见长，后来以犬斗牛被法律禁止，该品种向宠物犬方向发展，现今该品种以凶猛的外表和善良稳重的性格备受人们欢迎，是很著名的宠物犬品种，同时也可作为优秀的警卫犬。